香港影帝梁朝伟与老婆刘嘉玲结婚至今已有超过20年的时间，是娱乐圈内的模范夫妻，两人的好感情令人称羡。然而近日有港媒报道称，梁朝伟与25岁中国女星陈潇疑似正在交往中。报道中提及网络上流传即将梁朝伟和陈潇两人一起逛街的照片，还声称他为了女方特意在日本买了房子，两人甚至已经生下了孩子。相关报道曝光后，即便内容十分离谱，仍立即引起外界的热议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梁朝伟和刘嘉玲并未对此事做出回应，但是陈潇的工作室却勃然大怒，马上转发了相关报道，并打上一个大大的假字，否认了谣言，直言这样的传言假的离谱，希望这个不实消息不要再误导别人了。Bye.